你说叔叔早上好。叔叔早上好。我有两个孩子，女宝贝叫刘妮娜，男孩是叫刘东英，四岁。在拜我，之前我就觉得是个傻孩子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，俩也没有太多真正交流，就是有的时候好躺我身上，他我俩还是抽离的。要是我一，然后你愿意听我说话吗？喂，可以专心点吗？就是别非这样，好不好？那这些爸爸都不喜，孩子都不喜欢爸爸离开呀。对，我希望爸爸离开。你喜欢在叔叔那儿还是喜欢在你这儿？喜欢在叔叔那儿。好的。你这么痛快？真的。你觉得爸爸是更喜欢你还是更喜欢妹妹？是更喜欢妹妹。我的爸爸帅，我也觉得我的爸爸很厉害。爸爸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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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加油。你很厉害吧？哇，爸爸你掉下了第一名刘烨。我来看看第二名，看看第二名是谁。哇哦，爸爸你加油吧。你以后希望爸爸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？是开心的爸爸。这什么东西？送给你的礼物。送给我的礼物？对，我最想送给我爸爸。啊，感觉自己美美的。喝点水。来，你的早餐还有你的橡皮泥玩的。是的。啊。你别哭。我不哭了。别哭，男子汉。你帮我看地图。看地图像一样吗？就是从来没有过，第一次他对我有这种依靠。没事，谁的啊？我不想离开你，抱着我，我一下不行。当爸爸老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你还爱不爱他？不爱他了，因为他会死。村长，我害怕。Noi。我害怕。害怕。我害怕。有点不一。因为这是我赶紧上天上，我就见不到我的爸爸妈妈了。都不知道，我儿子原来那么懂事儿。我走了特别长的时间，你都想我了吗？你每次都喜欢我吗？我永远爱你，妹妹。我对妮娜的感情和对你的感情是一样的。那你笑一个。我好爱爸爸。有多爱？有80秒。我现在我特别高兴，每次要来做节目，你看我跟陆毅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特别自然。诺伊，爸爸，我最想说爸爸我爱你。诺伊真棒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四个月在一起就算是一段人生经历。每一家父亲也好还是母亲也好，就是每次爸爸带孩子出门，妈妈在门口给我们收拾箱子，给孩子收拾箱子，
再说你们走，其实妈妈也在共同跟我们一起经历，这段经历那么特殊，那么让人记在心里，那么让人就是永远忘不掉，因为也是我们现在跟孩子这个年龄关系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孩子那么小，等他们长大了，对我们对孩子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记忆，包括每一个人，在那个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真的是共同面对，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手抓在一起是那么强，这个是永远会记在心里。